李太，你都上哪儿买菜呢？我常去的那家东西都还算便宜，不错，不过品质不怎么样。哎，那你们家呢？我妈好像都去我们家里附近的超市买东西，青菜是不错，可是就是贵了点。我建议你去百家超市吧，百家的鱼肉蔬菜真的是又漂亮又便宜，你可以去比比看哦。位于百利大道的百家超市，他们的经营理念绝对是又好又便宜。百家超市，百样商品，百样家，主妇朋友的聪明选择在百家。